6月4日，高天鹤发文对贾凡疑被闭麦一事进行回应。高天鹤称，贾凡现场演唱声音微弱，与自己无关，是贾凡临时改变唱法导致的。高天鹤直言，贾凡此举很不专业。高天鹤表示，贾凡临场变调变唱法是在搞自己，因为现场调音师要根据音色唱法调整音响参数。在6月2日晚举行的深入人心巡回演唱会上，选手高天鹤与贾凡合唱了一首 Lost Starts。 在演唱过程中，贾凡话筒几次无声，引发网友对其是否遭到闭麦的讨论。另有网友猜测，贾凡被闭麦或与同台合唱的高天鹤有关，此事一时间引发网友热议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